秦西西，你敢拍着胸脯跟我说你和段然就真是兄妹情吗？兄妹，在这个世界上，真正担心你的、疼你的，也就你哥我了。哎呦，秦西西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跟蒋江干嘛呢？我怎么问的我？我就是觉得你吃醋的样子很可爱。 段然到底比我强在哪儿啊？好哥们，西西为什么就要拒绝我？其实你早就爱上我了，是吧？所以才陪我了。你清楚这种感觉吗？开始的时候你不知道，那忽然一下他就能变得很清晰。我肯定是喜欢上他了。 为什么我身边两个那么重要的男人都喜欢秦西西呢？我哪里比不过他了呢？还是现在流行这款呀？我一开始不敢正视我自己这段感情。俊芳，行了行了行了，但是后来我知道，没办法，逃不掉了。我已经遇到了在我生命中我愿意给对方温暖和阳光的人。